Thank you, thank you. Could you please introduce again for me, please? Yes. Yeah, and can I film? Macaroon, vanilla custard slice, blackcurrant, sweet fruit tart, fruit sponge cake, and a rich chocolate cake. Enjoy. Thank you. Let's go on by now.爸妈，你们就要这样过生日，知不知道？妈生日的时候就带她去，然后给个惊喜，然后爸生日的时候也是，哇，加油！好了，先生比太太还要好，是啊，脸立刻红。我现在要吃的就是这个，是那个蛋糕。我们刚吃的第一个是匈牙利的那个什么克孜什么蛋糕。非常好吃，就是不输匈牙利。然后现在是另外一个，看它的酱料还蛮丰富的。像是零食而已，它是慕斯的，酸酸的，甜中带酸，还蛮好吃，一点都不腻。它是觉得那个好吃吗？不错啊。哪一个？红色的还是白色的？那刚好还是红的这个，目前是三个，你最喜欢哪一个？当然是那个千层赫兹蛋糕。好，哎，不是赫兹啊，千层。熟悉。第二名呢？第二名应该是那个。吃完了，然后现在上完厕所，走出来。你说什么？法国那个比那个。对呀。是鸡狗的吗？是伦敦很著名的计程车，这个伦敦的招牌之一。然后再往前一看，它红色这个双层巴士也是伦敦的招牌之一。
以看到 London 这边的建筑，就是应该是那种新维多利亚式的风格，都是以白色为主的大楼。好，现在看到双层巴士，接下来过来就是 London 的双层巴士，还有黑色的 taxi， 黑色电车也是 London 的标志。